没关系，看我的。大家安静，大家听我说，站在我身边这位，她是我的老婆，她现在怀孕了，我要带她去产检，所以请大家给我让出一条血路来，谢谢大家。想干嘛？进去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这边啊！一会儿我无论说什么，记得配合我一下。嗯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不能提前跟我说一下吗？你是不是破产了？不敢让我爸妈知道。惊喜，懂吗？三妈，爸妈，宁宁，哎，小孩，我们刚刚看了你那个比赛网络直播了，恭喜你啊！这比赛太精彩了，特别是我看那个小白拿那个国旗的舞的时候，把叔叔给激动的呀，这跟我看奥运会没两样。嗯，妈，爸，韩商言说他这次来想跟你们说点事儿。啊，可以啊，哦，那坐下说，坐下说，来，小孩。叔叔，阿姨，非常抱歉，没有提前跟你们知会一声就过来，你们二位请坐。那坐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你们可能之前也知道，我获得过中国总冠军，可是却无缘更高的领奖台，止步于国内。今天俱乐部的孩子将我的路延续了下去，他们获得了亚洲总冠军，这对我来说也意义重大。叔叔和阿姨也为你们骄傲啊。对呀，谢谢叔叔阿姨的支持。哎呀，我们支持你，但你也不用那么认真的行大礼啊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小韩，我希望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恳请二位将你们的女儿交给我。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之前没跟我说。我很幸运，我的人生可以遇到年年，他教会我如何去笑。每次看到他的笑，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烟消云散。
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心稍微再打开一点，留更多的空间给自己还有我呢？我知道，你们对我的过去非常不满意，这个我非常可以理解。我一丁点都不懂得浪漫，谈恋爱就像是打仗一样，战队里的孩子们都怕我怕得要死。可是因为年年的出现，让我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抱怨。谁想做你女朋友？我又不喜欢你。我找的是你。我有什么好喜欢的？小姑娘，情报离谱啊！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怎么连我单身，且对女人没兴趣都不知道，还想分手吗？没想好怎么回答。不想。我说，我不想分手。我没有想打探你隐私的意思，只是我不太懂，所以问问。你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。你是我的初恋。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大胆一些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需要胆怯，也不需要怕我。好吗？所有的光环都是假的，除了你，这个叫韩商言的男人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，孤身一人，只有这个是真的。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可以好好学会，好好懂得如何去爱他。你选择去崇拜谁呢？怨恨谁呢？甜甜，虽然我比你大，但是很多时候我比你还要幼稚。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交换一下，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迁就于我。我想把你变成我世界的中心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，好吗？妈，我该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问你自己，问我干嘛？小孩，叔叔想问问你，王楠。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我也从来不会让她吃苦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受苦的。别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、小心肝，我会像您爱她，加倍再加倍的去爱她。傻孩子，别哭。那我就没什么话说了。阿姨，我知道您对我不放心，年纪的差距我改变不了，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尽我全力的去爱他，把每一天都当一辈子去过。那就好，那你以后就好好的爱年年，听见没有啊？所以既然做了这样子的决定，我就想去把我们的结婚证给拿过来，这次来就想找二位拿年年的户口本的。哎，你说
说你这孩子没说话那么出人意料呢，就这么急呀你啊？我知道我现在突然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这样子的话，非常的不应该。可是我想拿这个亚洲冠军换这个机会，把您的户口本拿过来。你户口本不是你的存吗？你问我找去。我想想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知道在哪儿。干嘛那么深情？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决赛前是谁跟我说要结婚的啊？你以为这话说着玩的？你一跟我提出结婚，我答应了就带你回来拿户口本。你见过有这么诚意的被求婚对象吗？这次亚锦赛呢，奖金不少，那去哪里度蜜月？度蜜月？结完婚的步骤不就是度蜜月吗？有问题？哎呦，你说说我女儿啊，就这么着跟你结婚了啊？小孩，你记住了啊，以后有什么难的事儿你就找我们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听见没有？别客气。没问题。那个，记住了啊，每个礼拜回来三次，一块吃饭啊。知道了，妈。放心吧，阿姨。我也经常要接年年从学校回来的。给吧。哦。小韩，打扫这个户口本，跟年年登记结婚，年年以后就是你的老婆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她，听见没有？爸妈，你们干嘛？我永远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不要难过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妈高兴都来不及呢，女儿终于要嫁出去了。站着干嘛过来呀？别哭了。